你谂住喂自己作孽，引蛇出洞啊！如果今晚唔系巧合嘅话，咁我宁愿早啲行动，我哋早啲收工。喂，先，同你倾偈身先。做咩啊？如果你要做孽，我硬系觉得你争咁啲嘢。争咁啲咩啊？争紧啲女人味啊！就系咯。早晨，早晨，哇，使唔使咁短啊？条裙，早晨，早晨，你冇事吗？喂喂喂，各位听住，谷小姐，5分钟之后咧，全部人入会议室开会。陈家，陈家先，你今日个碌好掂。 喂，笑咩？识几位啊？两位，请呢边。男人真系好黑人憎嘅啫，你条裙着短啲，件衫着紧啲，就眼金金咁望住人。咁你系靓女啊嘛，男人望靓女有咩咁出奇啫？你系男人嘅，帮咗男人噶啦。我只系做嘢好搏，特登着成咁，而家仲转埋有人哋一添，想引蛇出洞啊？你消息都几灵通嘅噃。 其实我都有帮你check过高男啲嘢，但系我发觉公司上下好似冇乜人知道佢啲嘢。唔紧要啦，反正德叔嗰边都 check 紧嘅，我有谂住今晚上侦探社开会。我今晚得闲啦，陪你上侦探社吧。好啊。喂。喂，何小姐，我系谷立鹏。咩事啊，谷生？今日开会好多谢你肯调过嚟我添。我都系想跟你学下嘢啫。何小姐得唔得闲？有啲嘢想揾你翻公司帮一帮手。而家啊？冇错。 好啊好啊，我而家翻嚟啊！唔该你，等阵见。咁阵间见啊！哇，咁夜约你出去啊，又好古怪啊！等我同你翻去啊，话晒我实 Q 冇咁耐噶。唔好意思啊，谷生。上平楼盘嘅工程进度报告同埋承建商合约资料。 未飲過㗎。喂，輝哥，我喺嗰邊巡一巡。好啊。 祁东，乜你喺度啊？你去咗边啊？我周围揾你啊！我冇事，唔使担心。